很久没打球都觉得手轻，你知道吗？随便丢都太大了。球感这种东西是要每天练习，都不敢看他，对对对，因为他太那个太亮，回去就夫妻失和，所以有一个空气墙在这里，对对对，哦，都不行，对对对对，有没有，就是我就最担心就是这样子。墙墙太亮了，观众圈球不敢直视，孙兄被问就爱林香，抽烟又怎样？这是电竞比赛。十九号，孙生、九妹、馆长及强强出席电竞活动。强强是为场上唯一焦点，出场就带大家扫两圈。都不敢看他，对对对，因为他太那个太亮，回去就夫妻失和，所以有一个空气墙在这里。对对对，哦，都不行。对对对对。有没有，就是我就最担心就是这样子。我是抱着一个虚心受教精神来跟他们我的战友们来做个学习的这个战略。有的时候这是一种策略，你知道吗？搞不好被迷得七晕八素的，他们什么事也做不了。没有，我们蛮提醒的，好醒啊！九妹，那个台积电那个好像去算命老师。该你了。我的台积电打算就当做嫁妆啊，这辈子不卖了。放着，非常的惨烈。那时候觉得不可能跌到那个程度，我觉得已经很便宜了。没想到还有骨折，还有更骨折价。我刚刚看又便宜了，刚好不到400块。那这个不方便多说，因为我怕我妈看了心情不好。话说啊，孙兄前阵子心情也不露，原因是女友 Wendy 多次搞消失，让他某天暴气发文：林婉萱，我对你非常失望，我不要再心软犯贱了。因为他没有回家。还好哎，他就是变乖了，还行吧，就你要玩我比你更玩，没有了，当然没有。乖吗？看我真的太乖了，我应该要回去以前那个坏坏的我了。想说是不是要有时候释放真正的自我？对，像抽烟没有想要帮他那个精神他换，他那个只是关我屁事。那没有，以朋友的角度来讲，是什么电子烟吗？我觉得电子烟没什么嘛，大家这个。如果抽烟怎么样？我也会抽烟啊。做艺术圈压力那么大，对不对，强强？我是有时候感觉到比赛。那我说你们两个做起来，还是干脆两个有机会吗？不可能，怎么可能呢？不可能。那个，不，因为太可怕了，超虚。孙生应该都比较喜欢那种，他喜欢女生听他的话的那种，但是我是你没有资格讲话，懂吗？我是这个概念。都有性自主权的。